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石膏、石灰石、生石灰跟熟石灰都是钙的化物，下列何者是石膏的主要成分？石膏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钙，啊，石灰石哈、哦、它是碳酸钙，啊，生石灰哈、哦、它是氧化钙，啊，熟石灰它是氢氧化钙，所以石膏哈、哦、它是硫酸钙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aSO3SO4 了哈、哦，答案应该选 D。哦，就是硫酸钙。